45度啊，是这种站法啊，是这个紧贴着他这个脚后跟啊，紧贴着他这个脚踝骨这个位置啊，哎，这脚上的站法就刚开始吧，是这个无极式，就是正常这么站着，好，身心平稳了，平稳了以后，哎，往这边一跨，这个。左脚45度，右脚啊，不是右脚45度，左脚脚尖冲前。吸气，呼气啊，吸气，呼气啊，好，然后起，从身体两侧起，起到那、啊、就不能这么大起啊，一定要斜45度起，这个时候看正是斜，看斜是正啊，就是说你的身体。是斜冲着这儿的，但是呢，你一拧身呢，又冲着这儿了，这里面呢就有了这个龙折身了，就已经含着龙折身了啊。好，斜一定要斜着起啊，起，哎，起到与头高的时候，看着啊，我转一圈，大家看啊，一定是这么起的，看着没有？哎，就不要这样式的啊，不要大开啊，一定要是这么起的。